这太快了，太快了。拍我也不敢拍了，别拉动，我又拍了呀。你拍给我们看看行吗？朴哥不晕高是吧？晕高吗？怕不怕高？没有没有。哦，那你可以。朴哥，咱俩都小胆儿。我不行，我不行。我小时候爬树，敢爬会爬，爬上去就害怕。我不怕死，但是怕一个，怕死太惨了。喂喂，别打等啊！这个比那去，威海上次跟陈浩他们去一个湖，有一个桥，这威海现在弄了个什么人造的一个叫什么玩意儿，我记不住。其实不高，但是是玻璃桥。哎，我吓我这要命！张向好，我卢处，他俩他妈可以。我本来真是不想走了，那不行啊，他妈得绕一圈。操！弄不了。我压在那个叫什么？那个。张家界那个天门，那个你是不能干，我操！我都不去，不去，吓死我了！太可怕了。是往上还好一点，是往下去。跟他妈上次带那去方特，暑假的时候，最后一天马上开学去，我问他这点啥，我说你妈不晕了，吐了。风很大，这玩意儿，会不会吹得晃了？别想，想太多了。哎呀，风不小啊，有风啊。